吴磊是无条件绝对服从的一个演员，然后提了一些条件，人家都是第一，能提前一个月练马吗？可以。能光膀子吗？可以。能不化妆吗？可以。能晒吗？可以。能剃头吗？可以。那就来吧。日前在采访中，吴京解释为什么我和我的父辈之成封片，为什么找吴磊演儿子，因为他是绝对服从的演员，答应提前一个月练马，能光膀子，能晒，能剃头，什么都行，这是一个能服从的演员，更是一个敬业的演员。吴磊真的吸粉，这样的演员谁都喜欢啊。吴磊笑称冲锋剧组很内卷，开机之后不拍戏的时候还继续练骑马。吴京接话解释他们练马的理由，真的是太搞笑。去马场你训练一个小时马多少钱，教练多少钱？我在这三个月又提前训练一个半月啊，拍两个月啊，无数匹马随时换，无数的教练随时陪着，其实他们赚了。